今日是公历的八月初一，也是农历的七月初一。江宜城隍庙遵循着传统的举办着中元普渡开放仪式。江宜市长吴敏辉亲自前往参与，虔诚上香膜拜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市民合家平安、事业顺利。相传神风尊神日冠勇敢，耶稣因泽保庇众生，因此家己神风庙伫咧每当农历七月份，拢会举办神风中元祭典，承袭百年传统。先是伫咧农历的六月二十七号起过，在农历七月初一遵循古历举办开铺祭拜，到即马已经是全国唯一维持完整祭典科技的庙宇。未来庙方嘛将申请登录国家无形文化资产。家己市长吴敏辉伫咧一号特别前往参加，诚心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伫这家嘛，真感动，就讲咱的上皇庙，第一百零二年还得到全国的宗教全国宗教百景之一。现在104年呢，又得到我们这国定的古迹。当然，我们又不断的在挖掘我们在地的文化，这是越在地越国际。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家己轮廓的文化，把它申请一个我们的文化。文化资产来做一个记录，大家好好珍惜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善良的人表达善良的心，让这个善良的社会里面有更多元、更大的融合、更多的和谐。所以我想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，一定要申请。因为咱家己家哦，咱有咧放水灯哦，我有放水灯，水灯放上来呢，有迄个一年有做有一款桂楼、桂花楼。哎，今年种了，哦，哎，这个桂花楼种了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伊个今年哦，咱就讲伊个迄款叫做消灾解厄，阴邪较袂卡身哦。啊，你若较有相对桂楼这个中间嘞，阴邪袂卡身的中间嘞，自然咱就个人较平安，哦啊，较顺心，平安顺心就大赚钱哦。在江宜市，以往有各记者、各家里轮流普渡设宴的轮普习惯，正在伫咧江宜市民共同的记忆当中。中元普渡起于神风庙，终于地宗安。伫咧最近这几年来，因为社会环境变迁，民众渐渐甲以配合当地庙宇普渡发挥的方式来祭拜好兄弟。江宜神风庙在今年度特别策划，整整一个月的假期，随进神风中元节，将全台独家的宗教祭典完整呈现，嘛希望。让更多人了解江宜市特有、相当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宗教民俗活动。最新新闻，杜定顺、王小山，江宜市采访报道。